has the answer to my question. You, Chubbs. He's, 电影中夸张女教师人身攻击辱骂同学，虽然是喜剧笑料，但是发生在真人身上，当事人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。联络部生活杂记，女学生清楚写下事发经过，老师借由侏罗纪公园讲解历史，女学生举手发问，老师你要画恐龙吗？却得到不用啊，你自己照照镜子就好了这样的回应，引来同学间一阵哄堂大笑。知识当众说她像恐龙吗？小女生总是爱漂亮，难免会身心受创。国中他们现在正在成长中，难怪他们有时候对老师会比较排斥。女学生的哥哥气氛颇旺，老师言语侮辱不止一次，上课到一半不但对着女学生说要是你的话饿死就好，还让男同学公开在教室从两位女学生中二选一。这个国中年纪的孩子是非常重视跟同侪的关系，那可能会造成全班同学都会嘲弄他或开他玩笑。其实身为一个老师，真的要教孩子互相尊重。才开学两周，看到自己妹妹被老师这样对待，心里好不舍。尽管老师本意只是开玩笑，但对国中女生来说可能造成心理创伤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